这声音变得好恶心。我怎么突然有二借账号了？借观众的账号。变得很难连跳。现在可以看到自己的脚啊。啊，怎么有人不进来啊？北蓝哦。谁在讲话啊？可是我觉得 AK 变得比较好压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。二跟一差在哪？玩起来完全也不能说完全不一样，玩起来有差。二跟一就很像 OW 一跟 OW 二吧，没怎么变。但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没变。对，跟 OW 二一样会过气吗？也不能说不可能啊，有机会啦。游戏引擎换了之后玩起来怪怪的，这个很难，这个我也很难解释。就是你会觉得走路的感觉、瞄准的感觉都觉得不太一样。这可能要慢慢的去体会，感觉变亮了，看变亮了，但我玩是觉得还好，没有像昨天看那些选手玩起来那么亮，我觉得还普通，没有他们那么亮，可是就整个地图变很亮，是真的。你看，光是这一个 B 点，让他靠北。阿田喜欢二还是喜欢一？他二也还在测试而已，还不准嘛。等他正式推出的时候再来比吧。二现在也是给你测试。他丢弹好像可以丢很远，以后丢弹感觉可以从更远的地方丢弹。有可能有出裤子造型跟鞋子造型，我以后要穿巴黎世家。可是我觉得 AK 有变比较好压，我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。我射一下，啊，瞄不到啊。欸，好像可以，等一下射一下。这个怎么下载？我跟你说，土星有人把档案抓出来了，可是不知道会不会被 BAC 或者是会中毒，没人知道。也不是说土星了，可能他们在网上有找到那个有人破解档之类的，不会射到脚。帮你测试完了，不会射到脚。可是没人知道会不会被 ban， 或者是被那个被破解。有没有？我觉得 AK 变比较好压。现在 AK 是新手福音了，超爽。随便压的，这么高，这烟是怎么回事？超浓的电子烟。下半场，9-0啊！我都不知道我这么猛。9-0，二代如果搞好的事，就不需要第三方平台。我也不知道他那个 tick 到底是怎么解释。那个，这
个可能真的要等到它正式版推出才会知道，因为它现在搞不好只是丢一点东西出来给你爽而已。要怎么看？我没有抽到。你登录最简单的方法，你登录，然后再关起来，然后再开一次 CS GO。它如果给你选项的话，就是你可以选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代表你没有被抽到。最简单的方法。FPS 会掉很多吗？他现在不给看啦、啊。要么你要用第三方，不然就是他有一个丑丑的那个 FPS， 应该是会掉啦。因为我这边全部开高，如果全部开低的话，那应该就会比较那个，或者是开中。现在是全部开高。一两个，我来比。叫什么？刚是怎样？就是我刚切解析度，这里可以调啊。他现在可以内建60赫兹哦，想搞人是不是？这里可以调，刚调到一，又刚调到60，改144就好。我干60赫兹，用60赫兹打 CS 的人，你眼睛会瞎掉，我跟你保证。如果你这辈子只用60赫兹打 CS， 你眼睛绝对会瞎掉。卡成那样子，你玩得下去？超可悲。爽到人欸。还是说他改了？也不用换吧，如果要的话，我想组另外一电脑，用双击就好了。现在必买炸，火不买了，我买炸，买炸灭那个，买炸把烟炸开比较爽，火先不用。啊，行，那现在有什么缺点？缺点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测试，我想用我的账号测试。枪声变难听是缺点吗？他这个枪声很像那种 BF4 还是什么那种类似战地风云那种枪声，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，变得以前的比较好听，现在的感觉还好，没有那么好听。12Tig 有比128Tig 顺吗？我觉得有一点吧。应该是有比较顺吧。要适应一下吧。我再多玩几把。好几把。挡杀小死好。对对，你看打他爆头感觉那个感觉怪怪的。他那个爆头那种感觉不是那么真实。这些人他妈是有障碍的，打个人有那么难吗？挡杀小啊，操！看不懂在挡什么，妈烂烂就滚远一点啊！你妈的嘞，打那个鸡巴人，他妈有那么难吗？蹲什么蹲啊？你妈滚远一点，不然你跑 B 也可以啊！操！他妈的最后就在 A 点，他妈还在这边急什么急啊？新手是不是啊？这种菜逼巴他妈抽得到资格？去你妈的！羞辱我们这些会玩的人是不是？倒光了，欸 ，B 点比较卡 ，B 点比较卡。电脑烂的人不要守 B 点好卡。电脑烂的人守 A 点，A 点比较不会卡。电脑烂的别守 B 点比较卡。这个，你如果是有抽到的人呢，你就进去勾，想要一起测试，然后你就可以来选这个执行 Counter Strike 2这个开始游戏。
这样就好了。